然后呢，今天为了去编这个曲子呢，其实你仅仅有一把 low G 的琴还是不够的，我们还需要进行一些特殊调弦的处理啊。其次呢，我们来分析一下这首曲子的一个调式啊。那这种转调跟我们之前所提及的，甚至在我们乐理课里所提及的那几种转调的方式都不一样。一下五级和弦呢构成和弦的时候呢，其中的三度音呢是需要升高一个半音的，使用的是和声小调啊，多提接啊，接的时候注意呢，我们是用中指往下扫，然后用拇指马上把琴弦都压住，接再拨。此处一定要用食指来控制二弦，中指控制一弦，才能够快速的完成此处的拨弦。成就感，我也特别希望有一天你们可以体会到这种高级的成就感。星光流星音乐教室。